把熊打跑这种神话竟然在美国真实上演。男子葛雷在缅因州车开到一半，狗狗想上厕所，他带狗进树林小解时，突然有只黑熊跑出来攻击狗，葛雷冲上前去对黑熊拳打脚踢，黑熊转过来攻击他，葛雷用双手擦熊的双眼，黑熊把他撂倒在地。正当葛雷准备受死时，黑熊竟然绕跑了。事后葛雷手上、胸部都有伤痕，狗狗背部也有被熊爪攻击的痕迹。事实上，专家建议遇到熊要先保持冷静，而不是跟葛雷一样跟熊展开格斗，要先慢慢的向后退，并跟熊保持视线接触，拉开距离后再脚底猛油绕跑。当然也要切记，装死是行不通的。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